提起央视最美主持人，赵琳就是其中之一。因为长相甜美，台风稳重，赵子琪大二的时候就进入央视工作了。此后他还成功主持了2000年的春节联欢晚会，当时赵子琪才24岁，可见他在央视的地位很高。然而赵琳从小就喜欢演戏，做主持人并不是他最终的梦想。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，赵琳被著名导演赵宝刚看中，离开央视转行做了演员，还改名叫做赵子琪，出演了电视剧《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》，并且一炮而红。随后赵子琪趁热打铁，又出演了《我的青春谁做主》等经典影视剧，迅速成为娱乐圈里炙手可热的实力派小花。赵子琪在事业方面发展得如此好，感情生活上却饱受诟病。有传言称他离开央视其实是因为破坏了别人的家庭。后来他与现任老公陆金波恋爱的时候，陆金波已经有了家庭，为了顺利迎娶赵子琪，陆金波净身出户，抛弃了自己的原配妻子。如今赵子琪得偿所愿地嫁给了陆金波，两人婚后还生下2个女儿，生活非常幸福。